些忘记他们两个对彼得那个很开心认识彼得很多年，然后真的看到找到一个完美的女神伴侣，真心祝福，然后希望他们能老化一句早生贵子，赶快幸运可爱的宝宝。很开心，就平常看到彼得都是像个硬汉的状态，其实我也蛮期待看到他像个奶爸一样，像我每天待在家里，然后我就会跟彼得讲说，健身已经不流行了，现在流行带小孩，所以希望他可以早生贵子，谢谢。